对。一部非常有意思的黑色幽默的悬疑的电影，充满了天马行空。你们谁也没想到我这是。没想到。没想到砸在这儿了啊。整个的创作过程充满新奇和乐趣，里面其实是穿豹纹的。拍摄过程当中是很有趣的。哎，我们这戏差点牺牲了，不是牺牲很大。有的时候想法很清奇哈，我想露点肉。我露过，都可难看了。我觉得很刺激，所有东西都跟我们之前想的不一样。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戴着面具，戴罪的目的。秘密其实不挺团结。今天这太高了吧，还很热很热。行呀，帅哥。每个人有善有恶，有各种巧遇，很有趣。就是在一场戏里面翻转，波澜起伏，看起来是很有爽感的。还有你，你什么你？口什么好？这应该是视听语言的魅力。这一部是意料之外，扣人心弦，很烧脑的一个电影。